人我是给你救活了，但他能不能醒过来，那就说不准了。可是他躺了一个多月了，怎么还醒不过来呀？你想想办法呀！是团长。我实在，你小子是累了，是想赖在床上多躺几天吧？休息好了，一定得给我醒过来。可我等不了你了，我要带着队伍南下了。 等你醒过来以后，赶紧的来追我，听见没有？这个是我从战场捡回来的。嗨。 Thank you.
医者、早く、こちらは助手員がいる。急げ、早く連れてこい。医者、医者早く来い。バカ、お前は医者じゃないか。対策課が先導は終了しました。服が地に汚さないためにこの服を借りだ。安心しな、医者がすぐに来る。站住！我要是你就不会干蠢事。没死啊？废话，我要是死了，我怎么跟你说话？大白天闹鬼啊！怎么回事啊？用你的眼睛看不出来吗？鬼子们把这儿扫荡了。海哥。吃眼前亏，你现在出去也就是个死，然后把鬼子们引进来，我也是个死。你想找死就离我远点，听见没有？哎，来了，解扣子。徹夜にここに来てのはこんな目立たない八郎の病院のためですか。加賀の将官は知ってる。その理由を知りたい。うん。奴が中村を殺して中村全軍を滅ぼそうした主犯だ。俺は情報を得た。こいつはこの病院で治療を受けている。この写真を下に配れ。今回我々は必ずこいつを捕まえろ。はい。見つけ出すのだ。細かく探せ。我要是你的话，就不会干蠢事。是你。Thank you.
急げ。好嘞，大哥。資源術に送った以外は全部ここにいる。全部ここにいる。早野君、思うけど我らが得たのは偽情報だ。武士さんはここにいない。あるいは我らが来る前に奴がすでに出た。戏呢，我走了。報告します、大佐。武士さんはここにいる。これはヤツの神ソリだ。俺は武士さんに関わる方法を見た。その中に書いた。武士さんは理髪師出身。ヤツは武王キザンデの神ソリを持っている。武士さんはここにいるんだ。報告、下の運送部隊からの情報では、下の運送部隊に怪しいものが混ぜた。山に行くんだ。武士さんでしょうか。一部はここに残して操縦するのだ。他全部は俺につけ。はい。こ
このバカを外に連れてけ。集計しろ。はいはい。まあ全部彼のせいではない。俺は最高指揮官として過ちもあるんだ。部隊を命令せ。直ちに捜査を始め。早野君、この山は大きすぎ、捜査するならメンズが足りないと思う。ならば周りの部隊を調達しろ。とにかく直ちに捜査を始め。はい。过了前面这道梁子，咱们就出了河北了。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，还真有点舍不得呀。报告团长，前面出现一伙鬼子，大概一个中队的兵力。鬼子？是。看来是舍不得让我走啊。看这架势好像要去增援什么地方。没听说附近有什么障碍啊。既然鬼子来了，就不能让他轻易的从咱们掩蔽点溜过去。命令部队准备战斗。是。在叫我呀？刚才忘了问你了，你是哪个部分的？我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文工团的。最近这儿历届文工团多了，你是哪个部队文工团的？哎呀，反正我就跟你们是一个部队的嘛。我们冀中独立一团，没有文工团。别动！我要是你的话，就不会做啥事儿。抓紧了，把手举起来。这样不行啊，必须换人。看来这帮日军拼了命了，到底是去增援谁的，咱们一定得搞清楚，而且咱们一定要把他们消灭掉。是，换谁呢？换三营，让李大胆给我可劲的招呼，另外把专员马上抬到后方抢救。是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从你开枪和作战的身手来看，当兵至少两年了吧，文工团的人可没这两下子。我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？我是你们八路军的兄弟。我们八路军称呼战友为同志。赶紧说。你们八路军都拿枪打女人呢？如果是敌人的话，就不分男女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哎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就开枪吧。开啊！别过了啊！开啊！我可真开了啊！开呀！住！
枪什么时候跑你那儿去了？就在我发现你和日本人有瓜葛的时候。什么？你刚才那张合影是跟日本人的吧？黄国根，韩德根，水泉拠点的咸部队は待ち伏せを阻止した。我らは支援に行きますか？俺たちの任務は武士さんを捕まえる。支援のことは周り他の部隊を任せばいい。捜査を続け。はい。走。哎，你说你把我绑这么长时间了，总得告诉我你是谁吧？让我死也得死得明白点吧。既然都知道自己要死，还知道那么多干嘛？怎么想去阎王爷那儿告我一状？你肯定不是日本人那边的，要不然也不会这么介意我跟日本人拍照。哎，你等等，看你也不像是八路军的，你是国民党军的吧？我说你哪那么多废话？你再废话，信不信我把你舌头割下来？你说你长得也不赖，怎么这么凶巴巴的呀？动不动要割我舌头，你说你这样以后怎么找婆家？你还说不说了？闭嘴！行行行，我闭嘴，闭嘴还不行吗？全ての場所を捜査した。あの二人を見つかりません。俺が思うのは、包囲する前に奴らはすでに逃げたでしょう。二人を見つからないなんて、お前らはバカか！悪い。先は失態だぞ。みんな一日心棒だ。まず引くぞ。什么时候冲着我来啊！把枪给我，快把枪给我，把枪给我，快点儿！大姐，哟，从哪儿弄这么个傻子呀？路上顺手捡的。大姐，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？你让兄弟们好个找，没事吧？哎，你咋还穿着八路军的衣服啊？没事儿，这事儿说来话长，咱们回去再说哈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你跟这帮土匪是一伙的呀？你他娘才土匪呢！老子是一线红，专门打鬼子的义军。这是我大姐。你们是打鬼子的义军呢？哎呀，那就好办了。咱们是一家人，来，别那么外头，给我解开。你小子还挺会自来熟的啊！啊，不是大姐，这什么人啊？怎么着，穿上八路军的衣服就冒充打猎的？别总跟我小子小子的啊！我有名有姓，你听好了。我是冀中独立一团五连连长五十三。什么？你是五十三？怎么，你认识我呀？我说你吹牛之前也不打听打听，这个五十三早在一个多月前他就死了。哎呀，我命硬，活得好好的，要不然我能在医院里边醒过来啊。你是五十三啊？你不信呐？不是五十三就找你这样啊？哎，不是，我怎么就不能是五十三了？五十三怎么就不能长我这样了？哎，我看这小子身份可疑，先带回去再说。哎，小子啊，腿脚怎么样？你开玩笑呢？我当年就是凭着这个腿脚跟鬼子拼命的，你知道吗？行，
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嗯，嗨，走啊！哎，走，哎，过来吧你。血擦擦吧，一会儿再找个卫生员给你包扎一下伤口。你叫啥呀？哪个连的？我叫顾雨生，以前是二营的文化教员，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是属于哪个连的。我看你小子呀是缺练，有股子狠劲儿。这样吧，卫生队你就不要去了，从今往后到团部给我当参谋。哟，武连长，你这腿脚确实不错呀，比我这马也慢不了多少啊。少废话，我刚才只是活动活动了筋骨。行啊，你这骨头挺硬的啊，等会儿我再好好溜溜你啊。哎，开门，大嫂。跟上点，跟上点，走，跟着。不是骨头挺硬的吗？快点。等等，怎么了？好像有点不对劲。别动！别动！要想大姐活着，最好别动啊。你不是他们大姐吗？哟，方大姐回来了，回来的可真是时候啊。火头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怎么着，活腻歪了，想造反是吧？你说对了，还真就反了我。不但我反了，这帮兄弟也跟着反了。哟，哼，这还带回个八路啊。哟，看出来了是吧？看出我是八路了，还不赶紧把我放了。这要搁在往日啊，我还真就被你给吓住了。但现在不同往日，我现在可是有靠山的，不但不怕你们八路，正好抓着你，还能拿回去领赏。火头，难不成你现在想投靠日本人了吧？我说大姐，你说你好好的回来干嘛呀？都给我压下去，把他们枪下了。知道我就不救你了，哪那么多事儿？走走，快点，进去进去。大姐，我大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弟兄们，大姐回来了。哎呀，大姐，你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不好，怎么非这时候回来呀？不是，你们怎么都被关在这儿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别提了，自打你不见以后啊，这火头就想拉着剩下的弟兄们另起炉灶，关键他还想拉着队伍投靠他日本人，那我能同意吗？哎，大姐，这是谁啊？他说他是八路军，还说他是八路军的53。嘿，我还56呢。啊，他是53，就那个砍死中村的53呐。怎就长这样？他不是死了吗？哎哎哎哎，
我说你们这帮人是不是都一个先生教出来的？都问我同样的问题，我怎么就不能长这样了啊？算了。ユキコ、俺はすでに河北に行った。中村君が残した部隊を集めた。中村は俺の兄弟であり、俺たちの家族でもあり。安心しな。必ず君の兄の敵を取る。起来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那日本人把你一带走，脑袋就给你砍下来，到时候可劲儿睡，有你睡的。你要不想死，赶紧起来，跟我们一起商量商量怎么出去。小声点。啊，对，哎，你们三个不都商量半天了吗？怎么着，三个人商量半天都没憋出个屁呀？哎，我说你怎么说话呢？哎，等会儿，你不是说你是五十三吗？怎么了？那个。五十三，有勇有谋，哎，对吧？你来证明一个给我们看看，证明一个。哟，那这是求我办事儿的是吧？不，你这行了，你这，你们两个后边站着去。五连长，你看啊，我这两个兄弟啊，平时也惯了，不会说话，您多见谅哈。哼，你说咱们呀都是打鬼子的人，你也不想就在这儿不明不白就被人砍了脑袋，是吧？嗯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这才是求人的态度。去去，出去，跟他们说，让他们过来，我跟他们聊聊。侯哥哥，海力，海能根。五十三の指名手配はできました。よし、よくやった。印刷して引張れ。はい。过来。你说找我有好事儿，说吧，我听着呢。就这么说呀、啊？那你想咋说？我想坐着说，边喝酒边说。想喝酒可以啊，先就着老子的铁花生下酒吧。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来，先看看我左边上衣口袋里放的是什么东西。认识上面那个日本人吗？好像见过，中村正雄。现在知道我的身份了吧？来，给我解开。这位兄弟，你看我见识不多，还请您亮个底儿，也好让我知道是不是遇见自己人了。别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你说是不是？行啊，行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中村大佐是我的朋友，老朋友。中村大佐亲自派我打进八路军内部刺探情报。那敢问兄弟尊姓大名？我叫……这倒是机密，跟你说得着吗？赶紧给我解开倒酒啊！快呀！快！刚刚多有得罪啊，兄弟。怎么着啊？是你们想投靠日本人呢？想法不错。不过这日本人是你们想投靠就投靠得了的吗？没人引荐，人家日本人知道你们是谁吗？兄弟，这话说到点子上了。我正准备找二虎炮楼的张队长帮我引荐来着。那张队长自个儿都在炮楼里给日本人端洗脚水，他给你引荐什么呀？
撑死了就给你当他的副队长，还真不如你们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来的自在。大姐，嗯，这小子油嘴滑舌的，这眼珠一转，一肚子坏水，这能可靠吗？不好说。其实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53啊。但是我们从卫生队逃出来的时候，全靠的是他的主意，所以我想着，要不就让他试试。让黄土来包裹这伤口，让笑颜快填满了喉咙，已经忘了翻越过第七座山头，只看见七尺高耸，让炮火点亮了瞳孔，让青春模糊了血浓于酒，最后一道火线是你我的终点，笑着说要当一次英雄。生死之间没有人能再回头，耳边回荡兄弟誓言紧握着手，你还笑着对我说别忘了胜利之后的感动。生死之间，人生机会难做英雄，多少的